在歌迷千呼万唤之下，出道34年的西洋歌后马丹娜终于要来台举办演唱会了，而且台湾是她亚洲巡演的第一站。2月4号、6号，天后将会在台北小巨蛋开唱。主办单位证实，马丹娜已经搭乘了私人飞机抵达台湾，预计晚上抵达台湾，比开唱的时间提早3天抵台。推测娜姐是为了要慎重起见，提早抵达预做准备。至于舞台还有设备，娜姐则是包下了4台货机，昨天首班货机抵台，出动了30辆的行李板车，来回2.5小时才全部运完。